看这一题，他说 x 加 y 是他 ，s 减 y 是他，那求 sy 多少？那第一题就直接相乘就好了。哦，就是说，哦没有，要把那平方减掉这个平方是等于 4sy， 就 4xy 哈、哦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x 加 y 平方了啊、哦。减掉呢 x 减 y 的平方，二把平方，那就是三根号三加二根号二，那减掉把这个平方，三根号三减二根号二，三根号三消掉，所以是四倍的根号二，画出 s y 就是等于根号二，所以 s y 哈。等于根号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哈 ，x 平方加 y 平方的话哈，我就怎么样哈，把它平方好。哦，这是 x 平方加哎，这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 x 加 y 的平方哈，减掉两倍的 sy。那 sy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平方把这个平方就是三根号三加二根号二，那减掉两倍多少 ？sy 是根号二，根号二就是消掉，所以等于三根号三。好，再来哈，四次方，四次方哦，我再给它平方，哦，这 x 四次方加 y 四次方哦，等于多少呢 ？x 平方加 y 平方。的平方了，啊，减掉了两倍的 x 平方 ，y 平方。好，啊，把这个平方，就把这个平方了，就三根号三的平方，啊，减掉两倍的 ，sy 是这个，根号二的平方。所以这样多少？这是九三二十七，这是，这二乘以二，二乘以二就是四，好，二乘以二就是四。所以这是等于23的，第三小题23。